很多人对阴瑜伽的印象就是拉伸，好多初学者上过阴瑜伽涤荡，以为阴瑜伽不用力比较简单，但是对于身体僵硬的人，上阴瑜伽一分钟就像一天那么长，真的不是夸张。身体的那个酸痛甚至麻痹的感觉，练过的人都知道，通刺不痛，通刺不痛，痛的时候要注意了，要多拉伸那块地方，痛是经络堵塞的反应。同时练的时候因为疼痛会引起烦躁的负面情绪，这时候要专注呼吸，完全沉浮。今天推荐的一套阴瑜伽主要针对胸腔的打开，以冥想五分钟，选择舒适的坐姿，需要的话坐在毛毯上，闭上眼睛连接呼吸，意识到呼吸如何在体内流动，不要去干扰它，然后把意识带到心脏的位置，去感受这个空间，它是打开的还是紧闭的，用你的呼吸扩张这个空间，看你是否能感受到心脏的跳动。二仰卧束脚式五分钟，用瑜伽砖支撑头部和中背部，脚掌相触，膝盖往两侧打开，这个体式很好的打开上半身和髋部，闭上眼睛，呼吸带到胸腔、腹部、骨盆和心的后侧。三猫式牛式伸展两分钟，这个体式是过渡体式，连接前后两个阴瑜伽体式，后面的体式之间都可以做这个体式。吸气时尾骨向上，腹部下沉，胸腔向上，呼气时卷尾骨，收肚脐，低头弓背，缓慢的重复几次，给脊柱热身。四婴儿式砖块辅助四分钟，臀部坐脚跟来到婴儿式，用一到两个瑜伽砖在手臂下方，前额着地，拉伸肩膀，呼吸，完全的沉浮。五荣心式三分钟，这个体式叫荣心式，是因为它拉伸胸腔，扩展心脏和肺部空间。来到四脚板凳式，双手往前走，保持髋部在膝盖前方一点，胸腔下沉找地面，深呼吸，感受拉伸。从体式出来时，先回到了婴儿式休息几分钟，略放松腋卧四分钟。一个砖块放在卷起的瑜伽垫下方，左侧卧，砖块在腋卧下方。这个体式主要针对心经和肺经，手臂撑着头，放松呼吸。四分钟之后做几次猫式牛式伸展，再换边重复。七人面狮身式，趴下来，手肘撑地，对齐肩膀，脸部放松，看前方，不是向下，这样脖子没有压力，双腿和臀部放松，也许会感受到下背部的挤压，如果太严重可以趴下来放松。把蜘蛛侠式，趴下来，双手重叠，左脸颊放在手背，弯曲右膝盖，膝盖和髋部对齐，脚踝和膝盖对齐，在这里可以很好的放松。保持四分钟之后再做一次人面狮身式，再换边重复。九海豹式，趴下来，双手往前伸直，比肩膀略宽，面部、腿部、臀部放松。从体式出来时，腹部着地放松一会儿，十下犬式两分钟。从四脚板凳式，抬起臀部来到下犬式，双脚与髋同宽，脚跟稍微向外向上，五个手指展开，弯曲膝盖，拉伸双腿，膝盖可以保持弯曲，腹部靠向大腿，拉伸背部，手指关节和指腹压实地面。十一抱膝式三分钟，躺下来，抱住膝盖靠近胸腔，放松背部的紧张，抬起额头去找膝盖，放松肩膀和脖子，保持尽量长的时间，滋养脊柱，给身体注入能量。十二仰卧扭转三分钟，躺下来，弯曲膝盖，左手臂向左侧延展，膝盖倒向右侧，头转向左侧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加强扭转，呼吸到下背部、肾脏。三分钟后膝盖回到中央，然后换边重复。十三挺直是五分钟，躺下来，双脚打开与垫子同宽，双手打开掌心朝上，关闭眼睛。五分钟之后弯曲膝盖，转向右侧，然后坐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